Celia 啊。呢兩個食譜就是送俾所有依家喺香港或者已經離開咗香港去到地球另外一邊嘅香港人，等大家都可以輕易咁一齊煮，希望疫情可以好快咁就過，一齊團團圓圓咁過年啦！預備一個加拿大風味全盒，等親朋戚友去一個舌尖上的旅行啦！